我觉得如果对方只有这样一个二选一的选择，我们真的不必谈下一步。我看了记者会，我真是有非常有点意外，因为我觉得我们蓝白双方啊，也就是他们一直强调的在野的政党要合作，是党跟党的合作。那这个合作这两个字情，合作这两个字其实不是一个你死我活，不是一个胜负的决定。那今天民进党非常强势的就提出了一些要求，也就是说他们完全不能接受我们的方案，而只准我们在他们所提出的两个方案之中做一个选择。我觉得这么强势的一个要求哦，对我们来讲我真的是感到很意外，因为我们不是在要打淘汰赛，我们是应该是合作起来组成一个联队去达到我们共同的目标。